吃饭坚持辣椒。走后面来看。羊蹄。红烧肉。墨鱼仔。我去拿了一坨。我去拿了一点酸辣生姜来解腻。红烧肉，皮蛋，哦不，红烧蛋，这个红烧肉的做法在作品第二个，用糖色做的。这是肚包哦，肚包冻。
好了，尝尝尝。辣的我眼泪水都来了，第一次吃羊肠，长这么大没有吃过羊肠。我们四川香杨大爷香肠来了，这个香肠是现在是给姐妹们孩子开的活动价哈，因为后面猪肉陆陆续续涨价，后面的价格是越来越贵的。相信很多姐妹们都吃杨大爷吃了比较久了，我们家香肠是三七分，七分瘦三分肥，如果姐妹们接受不了肥一点点，就不要去拍。它肯定是会有肥肉的，因为香肠没有肥肉不好吃。先给姐妹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400克一袋的，有四节。你们到家，建议姐妹们先去买个400克的尝一尝。到家温水洗洗，水煮，开锅25分钟。如果蒸的话，颜色会好看一点点。蒸的话，蒸半个小时。姐妹们如果怕咸，可以建议姐妹们去水煮。这个是1斤的，1斤的是颜色，烟熏味要重一些些。建议姐妹们还是先买个400克的到家去尝。这个是雪芽卖了有整整4年的，这个我价格是真的做的蛮划算的，而且这个是纯猪肉哈，香肠都是纯猪肉。麻辣。直接吃的话稍微会偏咸一些些。